今天呢，我用30秒的时间教会你一道好吃又下饭的红烧牛排，让我们一起做吧。我内蒙古的小老弟儿啊，也给我邮了几斤牛排。咱们用凉水啊浸泡了2个小时，凉水下锅，放入去腥的料酒，大火烧开以后啊，咱们捞出洗净备用。起锅烧油，放入2块老冰糖，咱们给它熬至枣红色，下入咱们焯好的牛排，大火翻炒一下，把糖色呀均匀地裹在这牛排上。再放入葱姜八角香叶桂皮干辣椒，再加入4量的清水，生抽蚝油，老抽提色，咸鸡精调口，盖盖啊炖它100分钟。炖好以后啊，咱们撒入性感迷你小葱花就可以开吃了。家人们一起做起来吧，老好吃了。快手拥抱每一种生活。